巡回新北市带来表演节目，有舞蹈有魔术，让土城中正里参加共餐的阿公阿嬷看的是笑哈哈。节目的丰富度把这里形容是中正里的小春晚都不为过。群说学逗唱都会的忘年天团，除了文武兼备之外，还能帮长辈来看顾身体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让人好奇他们的真实身份。原来他们是分发到新北市的替代役男，组成忘年天团，竭尽所能要为长辈们来服务。藉由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邀约，所以我们全部集合 在一起。那表演 来表演的时候，通常都会觉得说，哦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除了在别的外面，例如说接商演或是有利益团体的演出之外呢，是不是可以在关怀社会，然后关怀岁末老人以及银发族，对，并且关心他们这样子。我们天团里面呢，除了有表演性质的人才以外呢，我们也有今天也带来了许多在健康医疗方面专业的一些替代役们，那一起来为这边的老人们就是把关他们的健康。对，那我本身的话是学西医的，那我们今天另外也来了一位护理系的学生，还有一位中医师。那我们今天也会为土城区的老人家带来一些健康卫教上面的咨询，还有一些药物的使用方面的正确观念。对这一群替代役男来说，当兵是进入社会前很重要的适应及人生学习的阶段，常让人回味无穷。而他们以替代役男的身份来当兵，能够透过公益活动参与忘年天团的任务，让当兵不只是劳动出操，更进一步的转化为社会服务。中嘉新闻林立如刘凡刚土城报道。